讲几句话。来，你看看，欢迎校长。下山，下山。各位老师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啊，还有我们家长会的会长，家长会的家长。大家，我们大家好。再见。今天是美好的日子，是欢乐的一天。所以校长啊，只有宝宝感谢今天有三个社团都参与了展演，也谢谢我们三个社团的老师，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师长的指导，家长会带回也准备了这个苹果的这个游戏啊，师妹们啊，今天呢大家都玩得很开心，谢谢家长会会长带领的团队，谢谢所有的师长，感谢辛苦大家。谢谢校长，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家长会会长为大家讲几句话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。今天很开心可以听到学乐团这么优秀的一个表演，那待会我们就会聆听我们现在管乐团同学的一个精彩的演出。我常常跟我们家长会的伙伴说，在斯坦国中的孩子其实是很幸福的，有这么好的设备，这么好的环境，愿意提携孩子们的家长，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有这三年的求学，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。那今天待会的部分的话，演奏完毕之后的话，家长会有一个宾果活动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中奖。那在这边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家长会会长。接下来演出是管乐社，欢迎管乐社。